my name is Jiang Laoshi. Welcome to join Sunday story time. I'm going to read 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 in Chinese. 猜猜我有多爱你。猜猜我有多爱你。猜猜我有多爱你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山姆·麦克布雷尼，画图是安妮塔·杰朗。小绿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，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绿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。它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，它说。大兔子说，哦，这我可猜不出来。这么多，小兔子说，它把手臂张开，开得不能再开。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。我爱你有这么多，它说。这真是很多，小兔子想。我的手举得有多高，我就有多爱你，小兔子说。我的手举得有多高，我就有多爱你，小兔子，大兔子说。这可真高，小兔子想。我要是有那么长的手臂就好了。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，它倒立起来，把脚撑在树干上。我爱你，一直到我的脚趾头，它说。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，甩过自己的头顶。我爱你，一直到你的脚趾头。我跳得有多高，我就有多爱你，小兔子笑着跳上跳下。我跳得有多高，我就有多爱你，大兔子也笑着跳起来。它跳得这么高，耳朵都快要碰到树枝了。这真是跳得太棒了，小兔子想。我要是能跳得这么高就好了。我爱你，像这条小路，一直到小河那么远，小兔子喊起来。我爱你，远到跨过小河，翻过山丘，大兔子说。这可真远，小兔子想。它太困了，想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。它望着那边的夜空，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天空更远了。我爱你，一直到月亮那里。说完，小兔子闭上了眼睛。哦，这真是很远，大兔子说，非常非常的远。大兔子把小兔子放到用叶子铺成的床上，它低下头来，亲了亲小兔子，对它说晚安。然后他躺在小兔子的身边，微笑着轻声说，我爱你，一直到月亮那里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。晚安。
Thank you for joining me.